两个体力杀，超扯。两个体力杀，又是烂杀手。好啦，回复杀勉强还用得到。可怕可怕，然后又是体力，上一场已经掉两个体力了哦，不要再这样了。我是不是已经立满了 flag 呢？不要这样。嗨，嗨，嗨，太扯了啦！这什么东西啊？那个体力杀，我就说不要讲话了吼，真是。好难过，什么东西啊，一个就算了，这两个是怎么回事啊？不管掉左边右边都是体力杀啊，我好心痛哦啊。玩游戏真的不能乱讲话耶，龙族是怎么回事啊？那毒心就算了，还这样刺痛我，真的是神奇的游戏。